是讲嘛，我真正足好奇的呢。昨暗你伫咧化莲江多心的分别的时阵啊，敢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代志啊？比如讲，大椅安尼飞来飞去啊，还是讲江多心的分哦，有走出来哦，甲你呛声。天气不可老实。其实我昨昏伫化莲的过程当中，看到一个让我足思念、足思念的，就是你的小弟柯群。妹妹啊，恁爸爸有讲过，你的意志啊，有时阵真够受了别人的影响啊。所以乌贼绝对是清楚你的心毛，就是柯群，才会跳过这座柯群的幻觉，互你看到。是讲你昨暗。你的意志敢有去予乌车控制掉的？会当予客群跟我见面，不是靠件，是乌车予我的温素。变安尼啦，敢讲伊是乌贼内底江道成迄条魂附身啊？哈，无可能，江道成的魂魄无在条我给你妈妈的心，一定是咧化人乌贼的时阵啊，咧过程中走的灵魔，所以即摆才变安尼，完全是给你听。妈。不管你要创啥，我拜托你先看清楚好无？即摆徛伫你面头前的人，一个是你上骄傲的后生，另外一个是你爱规世人的查甫人嘞。真正是音乐会唔知吧？我用恁的会。来恨这客群，我一定要让客群都回来。今晚恁两个都好好啊，体会一下乌贼的力量。妈，你较清醒啦！你要后边来啊！无来外口！你丢死！你这只老狐狸！你进来。我丽萍失去的理智，我绝对不让你好过。出去！
高悠然，需要你及时去解救。你讲啥？阿高悠然，伊唔过怎啊袂顶袂当？我是要怎甲救啊？刚讲你袂记者，你是制裁者，阁是张奎也子孙，即马是时阵，让你的身份发挥作用啊！阿公，那呢，我该安怎做？即马，你只要打坐伫边，内外空静，心神寂灭，安尼张奎也会当适用你去解救你的天阿公。做好餐就已经无多做东西，慢慢练了。进来，紧找物件，帮我确定。妈，我拜托你较清楚好无？啊，若无，以后你就会后悔你安尼对待我的啦。我不是你小孩爸呀！放手！你好事情嘛，就算我你跟我打死，我嘛袂放手的啦。那恁个气我歹！爸仔囝真正是有够晦气的，浪费我哈尔济时间着。Ah!
平。给我，跪下，给我。廖准公是钟馗爷真心，原来是半汤水的将军，用你这三脚猫的步数来制裁我。我也是最是之中上可怕的就是死，只有气无思念，是非才会分明。拄只我那叫你安怎花拢无落去，啊！你即马煞煞向红，就规个人拢清彩快。电话叫咩？红完全无法进接。刚才贵啊，你无灵无神，伊就将军来给我点气。我今日要替我伤心买两个查某人的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哥，所有难关拢躲过啊，所有代志拢过啊，你辛苦，你辛苦。多谢贵呀，多谢贵呀！妈，啊，哦，哦，哦，你搁这边还受伤？贝塔妈，我无紧啦，我袂死啦。若是我的爸爸妈妈有啥物死甲惨哦，我唔才心痛死来哦。哎呀，哎呀。